999的烤全羊拿了，别人都卖699。不要和别人东阳跟我比，我们都是还原现场，吃烤全羊还送烤乳猪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汉阳啊。今天我们去吃一家活羊现宰现烤的烤全羊，还有星空蒙古包，你看多漂亮。我们是一群养羊人，我们家的羊现宰现烤，你点哪一只我烤哪一只。这个羊烤多长时间能烤熟啊？3个小时。烤3个小时啊？对。你们这个烤羊做了多少年了？我们专业做烤羊做了15年了。15年了？对，我们那个撒料都是经过反反复复研制出来的。哦，你们这个烤羊店还挺大的是吧？是的。多大呀？我们家有8000多平米。8000多平米啊？对。哇，这么大。是的。我看那个门口那个蒙古包好像看着挺好看的，那是什么蒙古包？哦，那个是我们武汉首家那个星空房蒙古包。星空房？对。能看着天？能。那个吃羊能看到星星。哦，一边吃烤羊一边看着星星是吧？是的。师傅，这羊怎么卖？这羊原价1380，现在抖音团购要999元一只，限量100只。开始吃羊喽！哇！哎呀妈！别想，别想！哎呀妈！哇，大羊腿！嗯，连吃带溜啊，老软了。你看这蘸料，嗯，一点膻味没有啊。软烂的猪味儿，可以呀、啊！你现在战斗力比我还狠。吃烤全羊，还有吃这种活羊现烤的啊，嘎嘎嫩。看看这肉，看这肉，羊肉又比较细腻，没有腥膻味儿。烤全羊吃完了，再吃羊杂汤。哇，新鲜羊杂啊！这羊汤有没有科技味儿啊？我对天发誓，这个羊汤都是现熬出来的。